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.hk 深宵夫人视像广播剧《叮当外传 Season 1》第一集，时间停止器。啊，早晨啊，我是来实习的，今天呢我第一天上班啊，你好啊。坐啦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何树啊。啊，你呢怎么称呼你啊？哦，咦，那里有张卡片啊，等我看看就知道咯。喂，不准拿啊。是你的张卡片？哦，你叫屈精强，哈，强哥你好啊！呢几个礼拜咧，真系多多指教啦。喂，乜你咁冇礼貌噶？问都唔问人就攞人哋张卡片。喂，你要知道，我哋系全香港最大政党嘅职员，每样嘢都有规有矩。嗱，就咁讲，今年咧，我哋每个职员咧都要迎合一带一路，所以全部都要改翻个英文名。似翻个高等嘅知识分子，所以咧呢间议员办事处个个咧都叫我 C K 嘅，你明唔明？哦，明白明白，吓、啊，只不过咧阿、C K 啊，我冇英文名噶。呢啲后生仔英文名都冇咁奇怪。哎、好啦，你中文名叫咩名啊？哎呀，我头先答咗你咯，我叫何树啊。何树何树。叫你 tree hole， 又怕被人误会你是跟那个什么 tree 根。嗱，不如咁，你又叫做单者单字加个姓，好像我咁叫做 CK 屈啦，街坊易叫啊。啊，都几好喎、啊。咁我即系咩啊？你咁蠢噶？你叫何树，咪即系 s hole 咯。哦，正喎、啊、，S ho 好好听啊！以后大家就叫我做 S ho 啦，我有个 S ho 呢个英文名啦。嗱就咁啊 ，S ho， 等我嚟介绍下我哋政党同呢个办事处啦。嗱、啊，我哋咧就叫做民主变得更好联盟，系香港最大嘅政党，嗱、啊、简称民变联。我哋呢半年最主要嘅工作咧，就令我哋个老细阿周老鼎。由区议员升级，在今年九月当选做立法会议员，你明唔明啊？我明啊，咁我真系要做啲咩啊？嗱，就今朝咧，你而家咧就喺后面度拎部戒指机戒晒啲废纸先，嗱，两寸乘一寸，俾啲阿婆做掌心雷投票嘅。嗱，今晚咧临放工就去戒烂晒其他对手嗰啲 banner， 有冇问题？诶、欸，冇问题，咁我而家喺后面杂物房咧，攞嗰个戒指机先。啊，去到杂物房，等我咧打开个铁柜先。哇，乜咁多旧 banner 嘅？咦，有咁大个叮当嘅 figure 喺度嘅？你好啊，主人。哇，仲识讲嘢添。哇，如果我带埋呢只嘢出去啊，拉好多票咁噶。我想出柜啊。哇。乜你只叮当系同性恋叮当嚟噶？唔系啊，我想行出嚟啊！嗰、那个电脑 mon 砸住我个头。喂，咁嘈做乜嘢啊？哇 ，S ho， 乜你带咗咁大只嘢翻工嘅？咩啊？我喺你个柜揾到噶、啊。我喺未来嚟噶。我边有只咁嘅嘢喺度啊？咁你话呢只嘢喺边度嚟啦？我喺未来嚟噶。嗱，咪啦 ，S ho， 阵间你去戒 banner 嗰阵时候，顺手抌 Q 佢啦。阻住晒，剩下一阵周老鼎翻嚟，又闹我哋去日本，又用啲日本嘢噶啦，阵间又话我哋汉奸又剩。我都话我系未来嚟噶啦。啊，好啦，我一阵去掉咗佢啦。我系由未来帮你哋噶嚟。屌你咪捻嘈啦！未来嚟啊嘛，帮我哋啊嘛 ，Terminator 啊嘛，好多法宝啊嘛，叮当啊嘛，系咪啊？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是未来那个周老鼎呢知他会选输了今年的立法会选举，所以由2047年的鸭寮街买我回来，再 send 回来2016年帮后生的时候他啊。SO 阵间都是跟我抌撚了他。哦，好啊。喂，我是来帮你们的、不要阻住我执嘢啦，啲单张俾条尾扫跌晒啦，
而家搞乱晒，阵间周老鼎同阿蒋宇云啲单张啊！等我帮你啊！我有神奇执单张机械手。嗱，只要我用呢只手，再揸住呢只手手，就可以快过用人手执单张同埋分单张噶啦！我夹，我夹，我夹，喂，C K C K。我夹，睇嚟佢真系未来嚟嘅叮当，有法宝噶。喂，系喎系喎，喂，咁我哋不如再试下佢啦。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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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叮当，好啦，我信你啦，我唔抌你啦。咁你有冇咩法宝可以帮你个主人周老鼎先？有啊，你等我睇下先。我有呢个督穿 banner 机眼珠机械人派米机械臂。皮笑肉不笑面具，中票盆栽，高速切割证件上十字刀，泼污水花洒，举手机器，连办开会有出席嘅投影机都有啊！咁就唔使惊点人数啦。哇，咁犀利嘅，喂 ，C K， 佢有啲料到喎、啊。喂，唔睇佢嘅样，佢冇理由得咁少嘢噶。嗱，叮当，话晒就系第一集，你冇理由得咁少货噶。嗱，好似 TVB 嗰啲剧咁，一集一定有啲好劲嘅戏引人嚟睇噶。咁你有冇劲嘢先？咁你听日食唔食饭啊？梗系有啦。你想要啲乜嘢啊？嗱，就咁一句到尾，有冇时间停止器先？正啊正啊正！有，攞去啦。嗱，时间停止器。喂，正啊喂 ，S O。嗱，而家就咁，我个紧急会要开。就开一个跨地区地嘅交通事务会议，揾阿蒋宇云啊议员倾啲嘢咁。嗱咁，你去招呼住阿叮当先生先。拜拜。究竟 C K 攞住个时间停止器去揾蒋宇云做咩呢？而佢又会唔会成功呢？民变联最后又会唔会因为未来嚟嘅叮当而选赢呢？请留意下一集《深宵夫人视像广播剧《叮当外传》。深宵夫人视像广播剧《叮当外传》，演员包括 Toby 饰演屈正强 CK， 陈四饰演何树 S Ho， 英军饰演叮当，冷气机个 remote 饰演时间停止器。多谢收听，下星期再见。高级夜场，心急人上。深宵夫人信箱。